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孔问。那现在呢，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清河的五彩城。那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是中兴五 G 朝鲜厂的一个快闪店。那这个快闪店呢，是在周末这两天的一个很紧促的一个活动，作用呢就是在这个人流密集度很大的地方，来让大家直观的去体验五 G 能为我们带来什么，以及能改变什么。那话不多说，事不宜迟，赶紧来看一下。OK， 可以看到这里摆着好多好多台的中兴天玑 Axon 10 Pro 5G 版。那现在让我们来拿起来一台看一看。OK， 背部非常的漂亮啊。其实关于这款产品呢，我们之前视频和评测都已经做过了。那毕竟它的外观是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另外重量和体积都是控制的相当可以，尤其是它这个薄厚度啊，另外没有一般 5G 手机的那种厚重的感觉，拿在手里十分的纤薄。它和 4G 版其实在体积和重量方面没有什么区别。另外它的背部可以看到 Axon 5G 凸显了它这么一个 5G 手机的身份，另外还是一个后置的三摄。然后正面呢是一个刘海屏，两边呢，对，没错，是曲面的。整体的颜值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另外它支持这个双卡双待的功能，同时支持 4G 和 5G 同时在线的这么一个状况。 OK， 可以看到这台产品呢是连着 5G 呢。那 5G 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用户来说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测速，也就是下载。那相比起来啊，其实测速的这个软件叫 Speed Test， 能够最直观的展现出来现在它的一个速度。哇，非常的猛，相当的猛。讲道理啊，如果说 5G 覆盖足够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速度真心的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。